是禁止干扰会议进行，最好有充分的理由。各位长老们，真的很不好意思打扰你们的会议进行，可是我有一件非常紧急而且重要的事情需要跟你们报告。因为呢，南方，我刚刚在南方的森林边缘看到了大量的女巫，她们正在飞来飞去，而且人数越来越多，她们想要把南方的森林全部越来越扩大。而且我知道你们有派先遣部队去南方，想要把那些岩浆灌入，然后把那个地形变成我们最爱的荒原。可是呢，这些女巫破坏了我们的计划，她们把那些地形全部都变成森林了，从没有树的地方通通都长出树来，这样子我们到底该怎么办才好啊，长老们？事已至此，老实说，我们也不能做什么了。何况这也不是什么坏事，有邻居可以做生意往来，表示我们可以省一些钱。虽然先遣部队已经开工了，但是要叫他们撤退也不是个办法，需要更多的荒原。对啊。至于你玛夏拉，为了惩罚你无理的举动，这个任务就交给你，立刻动身前往西方的山区，看看那里是否一切平静。矮人常在那边出没，我们必须知道山区现在的状况。好，是的，长老，真的很抱歉打扰你们会议，我立刻前往西方的山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秘密基业李密。刚才我跟 Eric 哥哥呢演的是一个剧本，叫做《神秘大地》。这里面呢，我们扮演了14个不同的种族，然后共同在这一片神秘大地上面呢，互相就是竞争，然后抢地盘，然后目的就是要壮大我们的种族，要荣耀我们的民族。对了，没错，我刚刚扮演的叫做混沌法师，就是这个红色的角色。然后刚才呢，在那个天空上飞来飞去的是这个女巫，她是绿色的角色。就是我们每个种族都有自己适合的地形，像女巫她就喜欢是森林，然后像我们混沌法师就只能在荒原上面就是盖房子。那我们要如何成为最厉害的玩家呢？在我们听规则之前，你们先去给我按订阅，不管你是哪一个种族，全部都给我按订阅，你才可以玩这个神秘大地， OK？ 好，那我们订阅完就来介绍这个游戏规则吧。好的，那我们的游戏流程呢是这样子的，它总共有1、2、3、4、5、6这边6个回合。那6个回合以后呢，我们就结束算分。那算分的话就会算上面这边写的，就是计分方式。首先呢，所有物资都可以换成钱，一个换一块，所以3块钱可以换一分。然后这边的话就是你宗教的分数，那这边的话是说盖最多房子并且有间接相连的分数。然后这边呢，这一片是随机抽出来的，那现在抽到的是说你所有的房子距离最远，可是都还是要间接相连。那第一名、第二名、第三名都有18分、12分、6分。好，那这是游戏结束的计分。那我们每一个回合开始的时候呢，我们都会有一个收入阶段。收入阶段就是说，你板子上面呢，如果有露出来的东西，像这边有两个白色的方块，然后下面有一只手，手就是伸手要钱的意思嘛，对，所以它就是收入。那这边就有收入两个白色的工人，然后这边的话呢就没有别的东西了。然后如果你有盖交易所的话呢，下面会有收入钱跟魔力，钱的话就是黄色的圈圈是钱，所以你就可以拿2块钱。那因为我们的钱币已经不敷使用，所以我们用的是新台币，对，新台币2块钱。然后像这样子的话就有4块钱，然后2个魔力。魔力的话呢，我等一下再教大家怎么使用。反正紫色的圈圈就是魔力，就是跟这个紫色的这个小豆豆有关系，对。好，然后其他收入的话呢，我们上一个回合 pass 以后呢，还会拿一个 pass 版。pass 版的话就是你可以自己选你要有什么样的收入，像你拿这一片的话就是得6块钱。那其他每个 pass 版可以拿的东西都不一样，对，所以如果你已经拿回来了，那你这回合收入的时候就记得 pass 版上面的东西也可以拿，就是它只要是有手的都是可以拿的收入。然后甚至有时候会有神恩板块上面也会有收入，像这种片片，它上面就是也有转四魔，然后一只手的，这样子也是你会有魔力的收入。好，所以就会有这些收入来源。那你就会把所有的收入都拿一拿以后呢，就可以开始就是大家的回合。OK， 在我们游戏的最开始的时候呢，我们会先从这个小袋子里面把所有的这个
角色的头像丢进去，然后丢进去以后，我们会随机抽，就是人数对应的数量出来。例如说，我们五个人玩就抽五个，三个人玩就抽三个。然后抽出来以后呢，要往上一抛。好，它会因为它有两面，然后你抛出来是哪一面的话，就是使用那个角色。对，所以我们会抽出来，就是我们现在是抽五个角色。那我们要如何决定谁用什么角色呢？这时候就要用竞标的方式了。要怎么竞标呢？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我们玩家一开始呢，全部都有40分，所以这40分是给你拿来竞标的，你可以最多标到40分，然后你的分数就会归零，对，就到零这样子。可是通常不会标到那么高啦，对，就是你可以，大家可以就是随便一个人先开始，你们看你们要从随机竞标，或者是照顺序、照座位顺序竞标都可以，就是随你们开心。就是标到最高分数的人呢，他可以首先选一个种族来使用，然后他也可以选择顺位。例如说，我先标到我标25分，那我就会扣25分，就会变15分。假设我要选混沌法师，那我的红色就会变成15分。然后我选混沌法师，然后我的顺位想要第一位，那我就放在一，然后再一次的竞标，就是标第二个种族。假设第二个种族他选鱼头人，那鱼头人你就可以选择你要哪一个顺位。好，我选第三个顺位，我就放第三。他不一定要照顺序选，你就是你第一个你想要选。第五顺位也 OK， 没问题，就是随便你选顺位。然后当五个玩家，最后一个玩家就不用竞标了，他就是捡最剩下的那个角色，所以他就会是40分。然后其他人就是看他标几分，他就会在几分的位置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就会排出一开始的顺位。好，那当我们第一回合的顺位决定以后呢，这个顺位是非常的重要的，因为也关系到你怎么样摆你的第一栋跟第二栋小房子。因为我们起始的设置呢，一开始我们的种族是有一点点小小的规模的，所以呢我们会摆一些小房子上去。可是呢，混沌法师他们是就是一开始比较人数比较少的种族，所以他们只有一栋小房子。对，所以混沌法师他比较特别，他就是最后才会摆他的房子。就算我的顺位在第一位，可是因为我的种族就是弱势族群，所以他会就是有弱者保障名额，就是让你最后再摆，就是你看好大家摆的位置以后你再摆，这样对你是比较有利一点点的。对，所以红色会最后摆，然后就会照这个顺位，绿色就会第一个摆，所以他就是会摆两栋小房子。所以看你要摆哪里都可以，就是只要是绿色的地方。那我们会先摆一栋，然后再换蓝色摆一栋，然后黑色摆，灰色摆，就是先照原本的顺位摆完第一栋以后，再从后面的玩家摆回来第二栋。所以灰色最后一个，他会一次摆两栋，然后再从后面倒着回来，灰色、黑色、蓝色、绿色这样子，再从后面再摆回来。所以说第二栋的话，就是从最后一家一次摆两栋，然后再从第三家摆第二栋，再第二家摆第二栋，然后第一家就是混沌法师嘛，混沌法师一定是最后摆，所以他只有一栋小房，就是最后再摆上去这样子，就完成我们的起始设置了。好，那我们起始的资源也要先拿，就是起始的资源写在你的玩家图板的右上角。像我的起始资源是四个工人，所以我就先拿四个工人，然后还有15块钱，所以我就会拿15块钱。然后最右边的这个是你的宗教的声望，因为我们神秘大地呢，它总共有四个不同的宗教，就是火、水、土、风四个颜色。那我是混沌法师，它是专门就是研究火的法力的法师，所以他的火的声望比较高，他有两点火的声望，所以他的在宗教鬼上面呢，我一开始就会在二的位置。那其他每个种族都不太一样，像那个鱼头人他就比较特别，他四个宗教都精通一点点，所以他四个都在一。然后像矮人的话，他就是挖土的民族，所以他的土在二。然后像那个女巫她就是在上面飞来飞去的嘛，所以她的风在二，其他都在零。所以我们一开始也会先摆好，就是每个种族她的宗教点数是多少。好，那我们领完收入跟放好宗教点数以后呢，就可以开始正式游戏啦。
接下来呢，我们就会照这样子的顺位先进行第一回合。对，然后那之后的顺位呢，每一个回合顺位会改变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 pass 的顺序不一样。如果是例如说女巫这回合先 pass， 那她就会到下一回合的第一家。那如果第二 pass 的是矮人，那他就会到第二家，就会照 pass 的顺序。你看这边有写，这个是135回合的顺位，然后右边是246回合的顺位，所以第二回合就会把人全部移到右边来，然后在第三回合先 pass 的就会再过去，再过去，然后再过去，再过去，再过去，所以每一回合的顺位都会不一样。那我们做事情的顺序就会要看这个顺位板。照这个顺位板来做事，就一二三四五，一二三四五，一二三四五，一直做事情，做到每个人都 pass 为止，就会结束这一个回合。好，那就是我们的游戏流程。那接下来我就会介绍说我们有哪些行动可以做，所以我们需要的就是这一张新手必备辅助卡。对，一定要新手，请你务必一定要拿这张辅助卡。那因为它总共呢就有八个行动，所以神秘大帝最快的教学就是说，你的行动呢就是从上面八个行动选一个做就完成了，所以你就会玩这个游戏哦。只要八个选一个，然后每次轮到你就八个选一个，直到你选到 pass， 第八个行动是 pass。如果你选到第八个行动，那你这回合就结束这样子。你可以拿一个八面骰这样子一直骰，然后你就会玩这个游戏了，就是轮流做这样子。好，那我现在讲一下详细的那个每个行动在做什么。好，那我们的第一个动作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就是铲地盖房子。那铲地我们要怎么铲呢？因为我们原生的地形呢是红色，所以我只能在红色的地方盖房子，其他颜色我是不能盖的，除非我把它铲地。就像我刚刚讲的，我们要用熔浆、岩浆去把它移为平地，变成一个荒原，我们才能盖房子。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图板上面，这边有一个圆盘，圆盘显示的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地形改变成什么地形。像我红色最好改变的是黄色跟灰色，它中间有画一个铲子，就表示说我只要画一个铲子的动作呢，我就可以把黄色变成红色，可以把灰色变成红色。那如果我是要铲咖啡色或是绿色，我就要画两个铲子，要把它先变成灰色再变成红色，所以要画两个铲子。像咖啡色也是一样，要画两个铲子。那最难铲的就是绿色跟黑色。对我而言，绿色跟黑色呢，它总共要花一二三三个铲子才可以把它变成红色。那每个种族的地形都不一样，像女巫好了，讲一下女巫的。女巫的话，它的地形就是森林嘛，就是绿色，所以它的蓝色跟灰色只要花一个铲子，所以可以看到说，我跟女巫都是要花灰色，就是要一个铲子，所以我们可以抢的地就是灰色的地形。你可以大概看一下别人的地形是什么，对，所以我可以看到哇，红色它跟我最近的是灰色，所以我可能要先抢灰色的地这样子。然后那铲子数量就是大家的颜色跟那个地形都会不太一样。那我们要怎么铲呢？铲的话呢有很多方法。第一个方法呢就是说你直接用工人铲，这边的话有我们铲子的等级在你图板的最右边。那图板的最右边这边，我们一开始呢这个柱子就是表示我们的等级。那我们的圆柱一开始会放在最低阶，最低阶的话是要花三个工人才可以换一个铲子，所以如果我要铲黄色的地呢，我就要丢掉三个工人，那我就可以把隔壁的，假设我在这里好了，那我隔壁有黄色的地，一定要在隔壁哦，或者是你航海到得了的地方，就你一定要去得了你才能铲嘛。所以我可以把隔壁的这个黄色的地花掉三个工人，然后就变成红色的地了。那当我铲完以后，我可以马上在上面盖一个房子。那我就看一下，我盖小房子的话呢，是要花一个工人跟两块钱，所以我就花一个工人跟两块钱，我就可以再盖一个小房子在我刚刚铲的地上面，这样算是同样一个动作。可是呢，你也可以铲了不盖房子，只是它有可能就会被别人给铲掉，因为如果你没有盖房子的地呢，是别人都可以用的。那你盖了房子以后呢，这个地就是你的，所以别人就动不了了。所以我们非常建议你就是铲了以后要马上盖，除非你铲的这个地方是别人都到不了的地方，你觉得非常的安全，那你也可以就是先不要盖房子，等一下再盖也是 OK 的。
好，那我们第二个铲的方式呢，就是用魔力去换铲子。这我等一下魔力换魔力的动作再讲。那我现在先讲的就是一般的换铲子 ，OK。好，那第二个行动呢，叫做升级，又不是讲错了。第二个动作是升航海，因为呢，我们这个神秘大地上面它是有一些河流的，大家可以看到，这个蓝色的都是河流，然后它都有画格子，所以我们要升航海的话，我们一开始我们的小柱柱会在零的地方，就是我们没有任何航海的技术，所以只要是有河的，我们都过不去。我们去不了就是河的另外一边。好，那我们要升航海的话，这边都有画，就是说他要画一个祭司跟四块钱。那祭司的话呢，你要首先要先取得祭司，因为我们一开始是没有任何祭司的，你要先用别的方法取得祭司，以后呢花掉一个祭司跟花掉四块钱，然后这样你就可以把航海等级升一个等级，那最高就是四等，最高是到三航。所以如果你已经升到第三航了，你就没有办法再升航海这个动作，你就可以把这个动作给去掉这样子。好，那升级完以后呢，我们就会有一个航海跟两分，这个分数会立刻加，因为你升上去就把它盖住了嘛，所以我们会马上就是红色加两分。好，那一行的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就表示说我可以过河到对面，可是只能过一个格子。例如说我红色在这边，那我就只能去对面这个灰色的地，因为我一个格子只能到这里来。可是我如果红色是在这边的话，就有比较多的地可以去，因为它的右边也可以到灰色，然后这边可以到红色，然后这边可以到绿色，这边可以到黄色，这边可以到蓝色，这边可以到绿色，这些地都可以去，因为都是距离航海一，就是它一个格子就是等于说你航海了一次一格。那如果你是航海二，你就可以过两个格子。例如说我红色在这边，那我可以数两个格子，我可以到这边的蓝色，或者是这边两个格子，我可以到这边的黄色。对，所以你就可以到比较远的地方。那如果你三航海的话，一样就是数三个格子。例如说我红色在这边，我可以数一二三，三个格子，一样还是只能到黄色跟绿色。那如果往这边数了一二三，我可以到这边的绿色，就会比较远一点点。对，所以当你游戏结束的时候呢，我们会看说你的房子有没有用航海或者是直接相邻连起来。什么叫连起来？因为我们一开始不是会放两栋房子吗？例如说绿色好了，绿色它这样子放，那它游戏结束一定要有两个航海才会到另外一个房子。所以如果你没有升级到两个航海，那这两栋房子是分开的，它就必须分开计分。所以我们在计算说，例如说谁盖的房子比较多的时候呢，你就因为它分开了，你就只能选一边算，那就是只能选比较多的那一边。所以航海还蛮重要的，就是如果你没有让你原本放的两个房子连在一起的话，你的种族就变成分开的两个部落，所以就会比较分数可能就没有办法比较高。对，所以航海的话是还蛮重要的一件事情。好，那第三个动作呢？第三个动作大家看一下，就是生铲子。因为刚刚不是跟你说要可以铲地吗？在第一个动作的时候，那如果你升级你的铲子，你就会比较好铲地。因为如果你花了两个工人跟五块钱跟一个技师，要花很多东西你才能生铲子哦。然后你就可以升一级，升一级就是往上升，然后它上面有六分，就还蛮多的，因为它要花很多东西去升嘛，所以它就帮你加了六分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你之后做铲地的动作，你都只要花两个工人就可以换一个铲子了。所以，如果说你想要把咖啡色变成红色，你要花两铲，你就要花四个工人，你就丢掉四个工人，你就可以换两个铲子，就把咖啡色铲成红色。你原本是要花六个工人的，所以你升一级以后就只要花四个工人。那如果你升到顶就是一个工人一铲，你就只要花两个工人就可以换到两铲，就会变得非常好铲地。对，所以铲子我们建议通常都是要么你就升满，要么就不要升。对，因为如果卡升一半就是有点尴尬这样子。对，就是凡事要做到尽善尽美嘛，要升就升满嘛，对不对？就航海就比较不一定，那铲子会比较建议说你要升就是升到满。好，然后第四个动作呢，第四个动作是
升级你原本的小房，或者是其他建筑物升级，建筑物的升级。那什么叫建筑物升级呢？因为我们一开始盖的盖在原生地形上的，就只能盖小房子，因为这是我们的原始部落，就是只有小小的小小的房子这样子。好，那如果我们要升级的话，我们一定要先生成交易所。它这边其实有一个箭头有表示，就是小房子只能生成交易所，然后交易所你可以选择生成小园或者是大庙，这边都有写啦，其实有点小可能看不清楚。那你可以看图板上，图板上也有箭头，就是小房子往上的话就是生成交易所，那交易所它有指箭头，就是 往右边的话就是生小园，可以生成小园，叫做 小寺庙，然后可以往上，往上就是生成这个军事要塞，我们都会叫它就是大洞。那个，如果你把交易所生成小寺庙以后的话呢，那小寺庙可以再升级成神殿，就是这个很大的这个巨大圆形的这个建筑叫做神殿。对，那神殿跟这个军事要塞，我们都叫它做大洞，因为它们两个是就是最大的一个建筑物，它们没有办法再往上升了。对，所以你升级的话，就是说你原本如果地上有小房子，那你可以选择就是花，它旁边有画，就是交易所的话是两公，然后三块或六块。什么叫做三块或六块呢？有的人会可能会一开始看不懂。就是因为它是交易所，它必须要跟其他种族有贸易的行为，它才可以就是比较便宜。所以如果你盖的这个小房你要换成交易所，它旁边如果有别的种族的话呢，你就只要花三块跟两公。那如果旁边没有别的种族，你是孤孤单单的一个种族在这边的话呢，那你就要花六块。因为它是交易所嘛，就是你要花更多的钱，你才有办法去跟其他的种族做交易。对，所以要花六块跟两个工人。对，所以我们会建议就是大家一开始的时候呢，就是尽量在别的种族附近，这样你要盖交易所会比较好盖。好，那如果你交易所要生成要塞，这个军事要塞的话呢，就要花四工跟四块钱。其实这个每个种族要花的工人跟钱会不太一样，因为每个种族的那个军事要塞的能力会不同。所以像我混沌法师，他算是很便宜的，就是只要花四工跟四块钱。然后他盖了以后呢，假设我这个交易所盖成这个，那我就花四工跟四块钱，然后把我的交易所，记得就是大家如果盖完的东西，你不要把它丢掉哦，它不会弃掉，它会放回你的图板上。所以这会影响到你的收入，就是你把你原本有的收入给盖住了，你换成新的收入，就是你新盖的房子就会有新的收入，可是你原本的收入就失去了。所以你自己要衡量一下，说你盖房子的时候你需要什么样子的收入，你就要盖什么样的房子。好，那如果你盖了要塞以后会启动你的特殊能力，像这个混沌法师的特殊能力是说它有一个这个格子可以踩，那这个格子踩了以后呢，你就会把叉叉放上去，叉叉放上去以后呢，你就可以连续做两个动作，就是说你放了这个叉叉以后，然后你就可以连续做两个动作，别人都是做一个动作就要换下一位，可是你可以连续做两个动作，这是他的特殊能力。然后你之后收入的话就是变成他是一只手跟两个工人，所以你就会这个大的要塞会让你每年收入多两个工人。 OK，好，这就是升级的动作。那要注意的一点是说，当你升级成小寺庙或者是大神殿的时候呢，因为这个时候跟宗教有关嘛，因为它这是就是帮助你提升你的宗教，你盖了寺庙或是神殿，所以它这边有画一个圆圆的图示，我拿开大家看得比较清楚，就是这边有画一个圆圆的图示，这个叫做神恩板块。就是说你当你盖小寺庙或是神殿的时候，你可以拿到一片神恩板块，这个非常的重要，要记得拿。因为混沌法师他这边写二层，就是他可以拿两片，他只要盖一栋小寺庙或是一栋神殿，他可以拿两片，可是其他种族都是拿一片。可是这个神恩板块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，然后他有很多选择可以选，看你要生什么样子的宗教，像这一排都是生火的，你可以拿火一、火二或火三。如果你拿火三，就是你的火会往上马上啊，你的火就会马上往上加三点。
那你拿火一的话呢，你就会每回合多3块钱的收入，可是你的火就只会往上加一点。那每个属性就是加的东西都会不太一样，像如果你想要分数，它其实大部分大概分成3种种类，就是第一个是加分的，第二个是增加你的收入的，第三个就是纯粹增加你宗教点数的。像第一种就是增加收入的，我刚刚有讲过，像这个火一就是增加3块钱嘛，然后像这个风二就是增加4点魔力嘛，然后像这个土二就是增加1个工人跟1个魔力，对，这三片是增加收入的。然后第二种是得分的，得分的话就是像土一跟水一，土一的话就是说你之后盖小房子都会得2分，这不管任何时候，你之后只要拿了土一之后，你盖一栋小房子就加2分，所以这是很大的得分来源。然后水一的话呢，它就是盖交易所会加3分，所以你就之后盖交易所每一栋都会加3分。然后还有一些是特殊能力的，像这个火二的话，就是说你原本要7点才能成阵，这个我等一下再讲。然后你只要花6点就能成阵，就是一个特殊能力。风一的话也是加分数的，就是它是每一次 pass 的时候呢，你有几栋交易所在外面，一栋加2分，2栋加3分，3栋加3分，4栋加4分，风一也是加分的。然后像这个的话就是加宗教点数的水二，它可以让你每一回合都加1个宗教点数，而且你可以任选，不一定要加水。OK， 好，那上面的呢，这个3点的全部都是纯粹加宗教点数的，就是火山、风山、土山、水山，它就是纯粹加宗教点数，所以我们通常都是最后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才会拿，除非你有特殊的需求，因为它就是纯粹是宗教点数，没有其他的 bonus 这样子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做这个小寺庙或是大神殿的时候，你就可以自己选一片，就是 shopping 时间，你就是它总共有12种，你就自己选一种。可是要记住哦，你不可以重复拿同一种哦，就是如果你拿过土一，你就不能再拿第二片土一，不要想的这么美，一栋小房子可以加4分，没有这种事情，就是大家都有。它每一个就是3片，它每一种都的1点的都是3片，然后2点的是也是3片，然后3点的就只有1片，然后拿完就没有了，卖完为止。所以如果你特别想要哪一片的话，你就要先抢，不然它只要被拿光了以后，你就再也拿不到了。OK， 好，那这是第4个行动，就是升级你的建筑物。接下来讲第5个行动，第五个行动的话呢，叫做把你的祭司拿去送死。真的有一点残忍啦，可是就是祭司嘛，就是你们知道古代就是祭祀神明的时候呢，我们都需要祭品，对，我们都要祭品，然后那时候有的时候会把活人拿来献祭，对，所以我们会把这个可怜的祭司呢，他可以用来生航海，可以拿来生铲子，也可以拿去送死哦，就是你想要把它拿去线上当活祭的话呢，你就要把它丢到这个宗教上面，宗教的这个图板上面来。例如说我想要让它就是生火的点数，那我就把它丢在火这边。然后注意一下，第一个来送死的人他的点数比较高，可以得到3点，那第二、第三、第四来的人都只有2点。然后如果第5、第6、第7以后，他其实要来几个都可以，只是如果是前4个来的，他的尸体会就是埋在这个火的神殿下面，对，他就是永远不会离开，就被埋在那边了。可是如果你是第5、第6、第7来的，只会增加1点，他叫做路过，就是祭司我派他去那个火的神庙拜拜一下子，叫做路过。那路过的话，你就是一样要把他弃掉，可是他的尸体不会在上面，他没有死掉，他只是路过去拜拜，所以他只会得一个点数。可是就会当你得一个点数，可是他就是还是可以让你再次得到他的，就是他虽然被弃掉了，可是他没有死掉，你可以再把他给要回来。对，可是如果是前面4个就是死掉了，他尸体埋在下面，你再也要不回来了。所以有可能如果你丢了很多很多祭司，你就可能再也拿不到祭司了，因为祭司都已经被埋在下面，就死掉了。好，那就是
他会帮你增加宗教点数，你要丢哪一个都可以，就是有空位的话就可以丢空位，那没空位就是路过去拜拜这样子，很简单。好，当我们升宗教鬼的时候呢，例如说我红色如果加两点，它就会加二，是加两格哦。然后中间这个的话呢，是叫做它有额外的 bonus， 就是当你升级宗教点数的时候，你有可能会得到魔力，因为它这边画了一个紫色的二，紫色的二就表示说你吸到两点魔力了，因为你的那个神性提高了，所以你会增加一些魔力，所以当你经过这个。有化魔力的时候，你就会马上得到一些魔力，那分别有一点、两点、两点、三点不等。对，然后要讲一下宗教最上面的这个，当你到宗教九的时候呢，你是没有办法升到顶的，因为这个时候需要一把钥匙。钥匙什么叫钥匙？叫做城镇之钥。这个我等一下会讲，就是当你如果有产生城镇的时候，你会得到一把城镇之钥，上面有画一个钥匙的符号。那你一定要有一把钥匙，你才可以升到这个最高的大祭司的位置，因为它只有一个位置是就是最大的祭司，所以呢，你一定要有一把钥匙才能够进去，而且你会得到三点魔力。那你进去以后呢，就不会有人再进来了，因为它这个大祭司的位置只有一名，就是你是所有祭司的领大头，就是领袖，所以它只有一个位置。其他人就不能再进来了，对，所以当你升到顶的时候，你就不用再担心别人会超过你了，你就是最大的那一个。OK， 好，那我接下来讲第六个行动，第六个行动叫做用魔力换东西，用魔力去买东西。什么叫用魔力换东西呢？就是我们不是会得到一些魔力吗？像我们起始的魔力呢，它下面都有写数字是固定的。我这边第三区有五，第一区有五颗，所以我这边就会放五颗。然后第二区我有七颗，所以我一开始这边有七颗。那第三区就是没有魔力。好，那我们当我们得到魔力的时候呢，我们一定要从第一区的先开始吸收，因为第一区叫做还没有完成的魔力，就是未开发的魔力，所以它要先上来到第二区，它全部都吸，例如说我吸了五点魔力，它就会一二三四五全部到第二区。那当我们第一区没有魔力的时候，我们才会再转第二区的魔力。那这时候如果我们再吸到魔力，例如说我现在吸到四魔，那我才可以把第二区的转到第三区，一二三四，吸到四魔的话就会变成这样。它其实都有画箭头，就是白色的箭头第一到第二，然后第二到第三。 OK， 那这边黑色的箭头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它如果到第三区的话，你就没有办法再吸收魔力了。假设你现在魔力全部都在第三区，那你就都满了，满了就是说这些魔力都是已经到达顶点、到达巅峰的魔力，你没有办法再吸魔了。对，可是这些魔力可以拿来买东西，只有第三区的魔力可以用来买东西。这时候你就可以选择这个第六个行动，或者是你之前就要选也可以啦，就是看你要买什么东西，要花多少魔力。像最便宜的就是这个桥。桥的话，它只要花三点魔力就可以买到，所以当你如果只有三点魔力的话呢，你就是把它转到第三区到第一区，就表示你花了三点魔力去买它。那桥就是这个，我们一开始会得到这个短短的东西，然后它是得，你换的时候呢，就把它用叉叉盖住，就表示说这一回合别人就不能再换它了，因为每一个魔力呢，它都是限量一个，就是售完为止。所以当你一换完以后，你就要把叉叉盖住它，到下一个回合它才会重新可以开始买。所以它全部都只能换一次，直到下一个回合才会全部都打开。好，那你换了东西以后呢，桥它是要马上使用的，然后还有铲子是马上要使用的，那其他都是物资，物资你就可以留着之后再用没关系。那桥要怎么使用呢？大家看一下地图上面，它有一些就是小小的灰色的这个桥墩，就是可以盖桥的位置。如果没有桥墩的地方是不能盖桥的哦。所以像其实蛮多地方都有的，像是这边，这边都有，这边其实几乎每个地方都有啦。对，所以如果是你想要盖在这里的话，你就把桥放在这里。
好，那桥可以干嘛嘞？桥的话，它就是陆地的一种嘛。所以如果你没有航海的时候，你盖桥，你就可以用走路的到对面，你就不用航海去过河。对，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，如果你是中间隔了河的话，你没有办法城镇，因为它是分开的，它不算是直接相连，一定要直接相连才能够形成城镇。所以它桥就是陆地的一种，就是陆地跟陆地之间的桥梁，所以它也是陆地的一种。所以如果你用了桥以后呢，这个河就不算是河了，就变成你跟对面是直接相连的。所以也有一个可能就是，它其实盖桥只要有一间你的房子，你就可以盖。可是我们通常会希望说两边都是我们自己的房子，我们才会想要盖啦。除非有一些特殊状况，例如说我想要吸它的魔力。就是如果因为吸魔一定要在隔壁的房子才能吸魔，所以像如果没有桥的话呢，我跟绿色是分开的，就是我们中间隔了一条河。可是如果我盖了桥以后，我跟绿色就变成直接相邻了，所以当绿色它升级它的建筑的时候，我就会吸得到它的魔力，因为我们就变成直接相邻。对，这个游戏就是分成直接相邻跟间接相邻。间接相邻就是用航海去相连的话，这样叫间接。那如果你盖了桥，就变成直接。而且要注意的一点是，桥我们每个人都只有三根，只有三根，用完就没有了。所以你也不能一直换桥，一直换桥，一直换桥，因为你只有三根，你最多只能换三次。可是桥这个东西呢，其实是大家都会想要换，而且只有这个地方可以换得到桥，没有其他方法可以换桥，只能用魔力换。所以就是这个还算是蛮热门的有换的一个东西，因为它只能在这里换。那这回合被别人换走了，你就哭哭了，就是你这回合就不能盖桥 ，OK？ 所以这换桥还蛮重要的。然后第二个就是三个魔力可以换一个祭司，第三个就是四个魔力可以换两点工人，两个工人。第四个就是说四个魔力你可以换七块钱，第五个就是说四个魔力你可以换一铲。那记得大家记得第一个动作吗？第一个动作就是铲地加盖房子，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是用魔力来铲地的话，你也可以马上就盖一栋房子上去，不然的话就是可能会被别人盖走。所以如果你是用四魔换一铲，那你就是马上铲一块地，例如说我铲这块黄色的地，那我就可以马上再盖一个房子上去。对，然后比较特别的是两铲，两铲的话呢，你可以分开铲，你也可以铲在同一块地上面。分开铲的话，就是例如说，我就拿两片我的地分开铲，例如说把这个黄色铲成红色，然后再把这边这个黄色铲成红色。可是铲地一定要在你自己的房子旁边哦，就是要直接相连的才可以铲地。对，所以你可以分开铲两块地，或者是你不要直接铲成红色也可以。例如说你要把黑色铲成咖啡色也可以，那你就是拿咖啡色的片片把它盖上去，或者是你要咖啡色铲成黄色也可以，你就是拿黄色的片片把它盖在咖啡色上面，你可以等一下再铲成红色，这样也可以。或者是你要同一块地铲两次，例如说咖啡色好了，铲两次它就会变成红色，这样也是 OK 的。然后你也可以马上盖一个房子，因为它变红色了嘛。如果它是黄色，你是不能盖房子的，所以你要花两铲把它变成红色，你才可以马上盖房子。对，所以如果你分开铲的话呢，也只能盖一栋房子哦。所以这时候你要注意了，你分开铲两块地变成红色，可是你还是只能选一块地上面盖房子，所以另外一块地有可能被别人铲掉，这是有可能发生的。好，那所有的换的魔力换东西的行动就是这些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讲第七个行动。第七个行动就是所有橘色的六角形的行动你都可以选一个来做哦。什么叫橘色六角形呢？就是例如说它有可能出现在 pass 的板块上。刚刚不是说 pass 板块就是下一回合你可以领到上面的收入吗？可是它有可能上面有一个橘色的六角形，这个就不是收入，就是一个行动。所以当如果你拿了这块 pass 板以后呢，你这一个回合之内你可以花一个行动去把叉叉放上去，这叫一个行动，然后你就可以做这件事情。那这件事情就是把你任何一个宗教点数加一，
任何一个宗教点数加一。好，那也有别的 pass 版有这种六角形，像这个我们叫它产地的板块。产地的板块就是一样，你把叉叉放上去，你就可以马上得到一产，这跟魔力换一产的效果是一模一样的。你必须要立刻产地，然后你也可以同时盖一间小房子，这个是没有问题的。好，那有第二种东西，就是神恩板块上面它有可能会有这个六角形，也是你每一个回合都可以用一次，然后下一个回合你就可以把叉叉拿掉，就可以再用一次，它每回合都可以使用一次。好，那第三种呢，就是在我们个人的图板上面有可能会出现这个橘色的六角形，可是你一定要先盖完军事要塞以后呢，它才会可以使用这个六角形的功能，所以你必须要先把那个这边原本会有一个军事要塞，那你要把它盖出来以后，它不见了，不是不见了，就是到地图上去了，然后你就可以使用这个六角板块，当回合就可以马上使用，就可以把一个叉叉放上去，然后这是女巫的特殊能力，它就是可以空降一个小房子，你就不用管间接相邻还是直接相邻，你就直接飞到一个有绿色地的地方，就马上放一个小房子上去，而且它不用花任何资源哦，就小房子本来要花一个工人跟两块钱才能够盖嘛，可是当你使用这个女巫的特殊功能的时候呢，是不用花任何资源就可以盖一间小房的，而且是空降，就是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。好，就是三种可能的六角形板块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讲第八个行动。第八个行动非常的简单，就是 pass。因为我们一定要 pass 之后才会到下一个回合嘛，所以每个人都 pass 以后呢，我们就会开始做下一个回合的收入。好，那如果你 pass 的时候呢，你必须要把你自己上一个回合拿的这个 pass 板块跟剩下的 pass 板块交换，就是我要换一片回来的意思，所以每个人每一回合拿到的 pass 板块会不太一样。那总共会有几片 pass 板块呢？它总共会是人数加三，所以我们当五个人玩的时候就会有八片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就会有八片，所以会有五片在玩家的手上，每个人都有一片，所以当你换回去的时候，中间会剩下三片，剩下三片你就是选一片，然后跟他交换。好，那是其他人呢就可以拿你刚刚放回去的那一片。所以这时候我们会考虑说，如果我这一片很好，就是是得很高分的 pass 板块，那我就会想办法晚一点 pass， 就是不让别人拿到这一片 pass 板块。对，那 pass 板块就很简单，像这一片的话呢，就是说你 pass 的时候，你的航海在几？如果你航海在三，就是三乘以三就得九分；你航海在一，就是得三分。那这个符号就是 pass 的意思，就是这个卷轴，因为你看它背面，它背面就是一个卷轴，其实它就是翻面，就是 pass 的意思。所以这就是说，你把它翻面卷轴出现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计算这个分数，所以它是一个得分的 pass 板块。好，那其他有的就是很简单，就是下回合的收入就没有得分，那有的有得分，如果是得分的话，就是当你 pass 的时候计算它的分数。好，那总共就八个行动我都讲完了。那我接下来要补充说明一下，两点。第一点就是说我们要怎么形成城镇，第二点就是说我们要怎么吸魔，因为这都不算在行动里面，它都是被动出现的，所以我来补充说明一下这两个事件。那我们要如何形成城镇呢？首先呢，你要有四栋建筑物，它必须要直接相连，直接相连。所以如果你有要过河的话，就一定要盖桥，它一定要直接相连才能形成城镇，而且要四栋房子。除非你盖的是其中有一栋是这个大神庙，大神庙它的特殊功能就是说，你有这个大神庙的地方，只要三栋建筑你就可以形成城镇。那如果你没有大神庙，那你就是必须要四栋建筑才可以形成城镇。然后呢，第二个条件就是说，你必须总和要有七点。七点的话怎么看呢？就是它旁边都有画，我们小房子的话呢，魔力都是一点一点，然后如果是小寺庙跟交易所的话都是两点，然后这个大神庙跟要塞都是三点，所以你必须把你的房子的点数加起来。像我这边红色的范例，就是说大的这个要塞是三点，
所以再加上这两个小房子两点是五点，再加上这个交易所两点就有七点了。所以当你有七点的瞬间呢，你就必须要马上形成城镇，这个是被动的，所以你不能选择说我不要形成城镇是不行的，所以你就要马上选一个这个城镇之钥。钥匙我刚刚有跟大家讲过说你要有钥匙你才可以当成大祭司，所以你这时候可以选一把钥匙，除非你选的是这一把。这一把比较特别，它上面有两把钥匙，就是你如果形成一个城镇你选这一片的话呢，你就会得到两把钥匙，然后它是每一个宗教点数都加二，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宗教的一片钥匙这样子。那除此之外你还有七个选择，总共有八个选择可以选，那也有增加你的资源的，也有提升航海的，也有像这个就是完全只有分数的，如果是纯粹分数的话是11分。那其他的话我都会建议说你想要什么资源，你缺什么资源你就拿什么，然后它每一片的分数跟资源都不一样，然后每一个钥匙都只有两片，每一个种类只有两片，除了这个两把钥匙的只有一片，所以都是拿完就没有了。所以你想要抢这一片的话，你就要快点抢，因为它只有一片。那其他的都是两片，所以拿完就没有了。好，那我刚刚不是有提到说火厄跟城镇有关吗？就是说，原本我们刚刚不是说要七点你才可以形成一个城镇，可是如果你有拿到火厄这一片神恩板块的话呢，它就只要六点就可以形成城镇了，而且不限一次，就是你每一个城镇你拿到火厄之后，你都只需要六点。所以这会让你比较节省你的建筑成本，你就不用盖到七点的建筑，就只要六点的建筑就可以形成城镇了。相对来说你的城镇可能会比别人还要多，因为平常的话我们最多大概形成三个城镇就已经是最多了，除非你拿到火厄，你拿到火厄的话呢，你就有可能会形成四个城镇，因为你其他城镇就可以比较少建筑嘛，所以你有可能会形成第四个城镇。那接下来要补充的一点就是我们要如何吸魔呢？因为刚刚有讲说魔力是你很重要的一个资源，你可以拿来买东西，可是我们要如何得到魔力呢？首先刚才有提到说就是你宗教上升的时候有可能会吸到魔力，还有就是你别人在旁边盖建筑的时候有可能会得到魔力，或是你有可能有收入，像风二的收入就是也会给你魔力。那比较要解释的就是说，如果有人在旁边盖建筑，你要怎么得到魔力呢？好，那以这边为例子来说好了，假设现在是灰色玩家要做行动，灰色玩家选择把小房子升成交易所。好，那他旁边的人都会吸到魔力，因为他这边成长了嘛，成长就是魔力有所成长，所以旁边的人都会感染到这个魔力的氛围，然后也吸到魔力。所以红色的话呢，我们就会看刚刚建筑物的点数，刚刚有讲过说小房子是一点，交易所是两点，然后大洞是三点，所以在灰色旁边的呢，我有一个小房子跟一个交易所，所以加起来是三点，所以我就可以吸三点魔力。可是要注意哦，吸魔力是会扣分的哦，因为魔力它是一个就是有点像毒品一样的东西，所以会带来一些副作用，所以你吸别人的魔力呢，你自己是会扣分的。那吸一点魔力不用扣分，吸两点魔力要扣一分，吸三点魔力要扣两分，以此类推。所以像我刚刚这样子，如果吸三点魔力，我可以选择吸或是不吸，我也可以说我拒绝魔力的诱惑，我不要吸魔。好，那你就不会发生任何事情。对啊，可是如果你吸的话呢，你就一定要吸三点，除非你的魔力是满的。就是说，假设你的魔力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你只有一点可以吸，那这个时候允许你只吸一点。可是如果你的魔力没有满，那你就是一定要吸三点，你不可以选说我只要吸二或者我只要吸一，你就没得选择，除非你的魔力是满的才可以，才也是没得选择，就是吸到满为止。 OK， 所以你这样就会吸三点魔力，然后扣两分。然后在旁边还有一栋黑色，所以黑色它这个也可以吸一点，那不用扣分。通常我们不用扣分的话就会直接吸，反正不用扣分。对，那你有可能一次吸到非常的多，比如说如果你大洞盖这边，好，然后灰色涨交易所，你就可以吸到五点魔力，然后你可以扣四，你就会扣四分，所以你有可能选择不吸，因为你觉得扣四分很严重。
那我们通常觉得最好的心魔状态是吸二扣一是最划算的。对，那其他点数的话就要看你自己选择要不要吸了。你可以完全拒绝吸魔，这也是没有问题的。好，那如果是间接相邻的话，就不会吸到任何魔力，一定要直接相邻的成那个，一定要直接相连的建筑，你才会吸到魔力。好，那我补充说明一下，还有一个快速行动可以做，就是在魔力第三区的下面，他有跟你说魔力可以用来快速的换东西，这是不花任何行动的。所以当你急着需要用钱或是工人或是祭司的时候呢，你可以使用这个快速行动。那你一点魔力可以换一块钱，三点魔力可以换一个工人，然后五点魔力可以马上得到一个祭司。所以这时候就是采用快攻的时候，你可以迅速使用这个东西，可是你的魔力就会把它消耗掉，就是一样，就是三区的魔力会消耗到一区来，你才可以使用这个快速行动。然后第二个补充的就是你可以爆魔。什么叫爆魔呢？那我拿这来做范例，例如说我在二区有很多的魔力，那我可是我要到三区我才可以使用嘛，所以我可以做紧急的把它爆掉。例如说我想要再多两点魔力到三区，我可以把它其实叫融合啦，就是说四点魔力你把它融合变成两点，它就会变成三区的两点，然后两点就不见了，就把四颗融合成两颗可以使用的。因为它这个第二区的叫做半开发状态，半完成的魔力，所以你可以把它用两倍的魔力的浓缩成可以使用的魔力。所以如果你需要三点魔力的话，你就要花六颗为半完成的，六颗未半完成的可以转换成三颗已完成的魔力，所以就是其他魔力就会爆掉，就会消失，它就会消失在这个游戏之中，就是回到盒子里面去，你就再也不能出现了。所以自己要小心，就是如果你爆太多魔力的话，你有可能就是剩下两颗魔力或是一颗魔力，这样你就很难吸魔。虽然说我们会建议你少一点魔力，它转的会比较快，因为第三区的要第一区的你必须要转完，你才可以转第二区嘛。所以如果你魔力太多，也不是一件好事情，你就会在第一区很久很久很久，你才能够把第一区的转到第二区，然后再过很久很久很久，你才可以把第二区的转到第三区。所以我们会建议魔力大概控制在六颗左右，会是比较刚刚好的。那我们当每个人都 pass 的时候，回合会结束。那结束的时候呢，我们必须要计算一个东西，就是回合事件。那回合事件的话呢，它都会写在每一个回合的板块上面。例如说我们现在是第一回合，那我们就是这个板块的事件。这个板块的事件它永远都是左边呢是这个回合发生的事情，就是这个回合中只要你盖小房你都会得到两分。诶，大家是不是觉得很熟悉呢？因为有一个神恩板块跟它的功能一模一样哦，所以如果你同时有这个神恩板块跟你在这个回合里面，那你就盖小房就会得到四分，所以你这个回合可能就会疯狂的盖小房，因为一栋就可以得四分。好，那每一个回合事件它的右边呢就会是回合结束才发生的事情，回合结束我们就会计算这件事情，那通常就都是宗教事件。所以回合结束的时候，这个上面有四点蓝色，就表示说如果你的水的这个宗教你有到四的话呢，你就可以得到一个 bonus 就是得到一个祭司。那如果你到八的话就得到两个祭司，你到十二的话呢就会得到三个祭司，但这是不可能的，因为最多只到十，对，所以你最多就是得到两个祭司这样子。好，那每一个回合都不太一样，我们都是随机洗，然后一开始游戏开始的时候就会打开的，所以你会知道每一个回合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们可以预知未来，就是每一个回合我们都会先知道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。然后记住，就是最后一个回合我们会用一个片片把它盖住，因为最后一个回合我们就不计算它的宗教事件了，因为游戏就已经结束了，我们就会开始计算游戏结束的分数，所以最后一个回合的宗教计分我们会把它盖住，以免说你看错就是以为这个宗教有计分。好，那每个回合事件都不太一样，就是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。
那我们游戏结束的时候呢，会有哪些分数？我先跟大家讲。好，那这边的话呢，就是3块钱得一分嘛。然后这边的话是说，你每一个宗教，我们会分开来计算。好，假设游戏的时候宗教的板块长这样，那我们就会计算说每一个宗教最高的人是谁。例如说火的这个宗教最高的是红色，那他就会加8分，然后第二名会加4分，所以蓝色会加4分，然后第三名会得2分，这时候有两个第三名，所以他们就会平分这个2分，就是1人1分。那第四名就没有任何分数，而且如果你在零的话，就是一定没有任何分数，就算你是大家第二名都在零，也不会得到4分，因为大家都在零，就是都没有任何贡献这样子。那我们计算水的时候呢，因为蓝色跟黑色是一样，他们是第一跟第二名，所以我们就会把第一跟第二名的分数相加，8分加4分，然后除以2，所以这两个人都会得到6分。那第三名的分数呢，就是绿色跟灰色都是第三名，所以他们就会2分除以2，就是各得1分。好，那如果是土的话呢，那就灰色得8分，蓝色得4分，然后绿色得2分。那风就一样很简单，就是绿色8分，蓝色4分，红色2分，就是这四个宗教我们都会计算一次。好，那我们宗教这个结算完以后，就会结算这个，这个我们叫它是路王，就比方说你盖最多建筑物，而且都有间接或直接相邻的话呢，你就会是最高分的18分。那如果是第二名就是12分，第三名是6分。那跟刚刚宗教计算一样，如果两个人的动数一样多的话呢，就会平分12加18除以2，所以就变成一个人是16分。如果就是第一跟第二名同样动数的话，那如果有三个人同样动数的话呢，就是三个名次全部加起来除以3，所以就是18加12加6，是36除以3，就是一个人12分的意思。好，那接下来还有一片，就是我们随机抽的这一片也会计算。那这个就是说，你盖的房子是最远的，而且也是要间接或直接相邻。例如说绿色，它是这里到这里，然后假设它有相连的话呢，就算格子数，这样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它就是10格，然后你再算。另外一个颜色看它几格，就是距离最远，你要直接用尺量也是可以的，那我们直接算格子会比较快。对，所以就是最远的人也会得18分，第二远的12分，第三远的6分。对，所以你在第四名或第五名就是没有任何分数的，所以会尽量挤到前三名，就是分数会比较高。好，那这个游戏的得分来源呢，总共就是有像是游戏结束的计分，还有回合事件，每一次都有不同的得分，加上神恩板块，它有一些就是会让你加分的东西，还有 pass 板块。pass 板块上面也会有让你加分的东西，所以这游戏它的得分来源还蛮多的，多样化的。你可以就是自己利用你的种族特性，有的种族特性也是会加分的，所以你可以利用你的种族特性加上各种各式各样的得分来源，去得到最高的分数。那我现在来讲一下我的心得，因为这游戏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游戏之一，所以我玩了大概至少有大概200-300场吧。而且我之前参加就是台北市市区就是社团联合的桌游大赛，我得了台北市的神秘大地2名，所以呢，我对这个游戏还蛮有心得的。那我就不详细讲太多的心得，就是主要的心得就是说，你必须善用每一个角色的能力，加上你对地图的熟悉度，因为每个角色它的地形都不太一样嘛，所以它可能在地图上形成的城镇点都会不太一样，所以它城镇点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城镇会带给你很多的资源跟分数，所以你对每个角色的地图的熟悉度跟使用它的熟悉度是很重要的，所以我会比较建议新手先使用这三个角色，就是女巫，还有这个游牧民族，还有这个炼金，对不起，翻面，还有这个炼金术师，就是比较推荐新手使用的三个角色。你可以先把某一个角色练熟以后呢，再去玩不同的角色，有不同的功能，这样对你会比较进步比较快。OK。
好的，那如果你喜欢盖亚计划的话呢，它是神秘大地的最新版本，就是进化版。所以如果你喜欢盖亚计划的话呢，你也可以来玩玩看神秘大地，就是它基本上规则是八的奇葩项，不过呢它是就是它的前身，所以你可以玩玩看神秘大地，就知道它跟盖亚计划是哪里不一样，就是一个是在地球上，一个是在外太空这样子。好，但如果你也喜欢工业革命这款游戏的话，你也可以来试试看神秘大地，因为它一样都是要占领某些地区啊，然后做资源转换、做贸易，然后盖房子就会得到一些分数的游戏。所以喜欢工业革命的话，也可以来试试看玩神秘大地。然后如果是你一开始就想要玩神秘大地的朋友呢，建议你先不要，就是新手千万先不要玩神秘大地这个游戏，因为它其实是复杂度很高，然后策略度也非常重的一个游戏。所以我会先建议大家玩一些简单的策略游戏开始下手，像是璀璨宝石，因为神秘大地它是蛮多就是需要资源转换的，所以像璀璨宝石它也是资源拿去换分数的一个游戏，所以你很熟悉就是资源换分数这件事情以后，你再来玩神秘大地，你就会稍微比较得心应手一点点。然后建议你多玩一些策略游戏以后再来玩这个神秘大地，对，因为它是复杂度比较高的，所以我们会建议新手玩家先不要玩。对，就是你至少玩过可能十种以上的策略游戏，再考虑神秘大地可能会比较适合。可是也有可能你天资聪明啊，就是第一款游戏就选神秘大地也是 OK， 只是你可能会第一场玩非常的久，就是因为你对策略游戏的熟悉度没有那么高的话呢，你就上手度会比较花时间，所以你就会看这个新手辅助神秘小卡，就是研究它非常久这样子。好的，谢谢大家今天的观赏，我是秘密基地的李密，今天的神秘大地希望大家喜欢。如果你有喜欢其他游戏的话呢，也可以留言在下面，就是推荐我来介绍。如果我会这款游戏的话，我就会帮你介绍。那也请大家务必一定要订阅、分享还有按赞，这样就是我支持我们，给我们就是继续拍下去的动力。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帮个忙，就是顺手按赞、分享跟订阅。谢谢大家，我是秘密基地的李密，大家拜拜。早餐，你的话语不曾忘了带，因为全都烙印在脑海。献上一切，人生给你主宰。Never forget to always find you. Never forget to always miss you. Never forget to always thank you.Never forget to always believe in you. Never forget. Never forget. I can't stop praying to you. Forget to always thank you.
Never forget to always believe in you. Never forget, never forget, I love you forever.Remember, I love you.